蜀军一到沙口，他们列队走入水中，竟已昏倒。哦，那个诸葛亮可曾前来？将军，未见诸葛亮前来。嗯，带队将领是谁？只见有面旗帜上写着平北将军马岱。马岱，哎，下去吧。是。大哥，哎，你在洞中留守，我去面见丞相。好，汝放心前往，这里由我顶着。嗯。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啊，将军星夜前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孟获拘留船筏，固守南岸，借卤水之毒，阻截丞相义军。今日马岱将军亦受其害呀、将军有何良策，可渡卤水？卤水内有瘴气，烈日一照，毒气蒸发，此时渡水必中毒身亡啊！哦，丞相渡江，须等夜静水冷，毒气不起，仍需饱食足饮，方能平安无事。我就是此时渡江而过的。啊、哦！多谢将军指点，丞相之恩，结草先还，难以为报。只是我得及早回去，免得事发，让董图纳元帅受累。哦，那就请将军速速赶回，一路可要小心呐！丞相，诸位将军，告辞了。水冷，渡河吧。渡河，渡河。
大王。董突纳元帅命汝力斩马岱，打通粮道。是。曾被丞相释放过。哦，是被丞相释放过。来者可是董突纳元帅？嗯，正是。董突纳，家山御粮道可曾打通？马岱英勇无比，斩他不过。哼，大胆！分明是汝受了诸葛亮不杀之恩，故而不战自退，还敢用谎话瞒我？这推出去，斩了！马、啊、大王，董将军虽有不战之罪，念他跟随大王屡建功勋，还望大王能饶他性命，让他戴罪立功。大王，二哥，大兵压境，不宜临战斩将，还是让他戴罪立功为宜。二哥，看在他跟我多年的情分上，饶他不死。快谢大王不杀之恩。推出去，打一百大棍。哎，大王。执意要与蜀军交战，我们早晚不死在阵上，也要死在大王的刀下。唉，我部几位酋长都言道，只因孟获相逼，不得已而造反。多人都受过诸葛丞相的活命之恩，他们都不愿意再战了。那诸葛丞相神机妙算，曹操孙权尚且怕他，大王怎能取胜？丞相待我等恩重如山，你我有何面目再与蜀军交战？我等接受丞相活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亦是寝食不安，不如先杀了孟获。杀了孟获，而后去投丞相，以免洞中兵士再受涂炭之苦。不，只需生擒活拿，然后交与丞相。
将军请留步。如前者有言，若再擒得，便肯降服。今日有何话说？哼，此非汝之能也，是为我手下之人自相残害，以至于此，我如何肯服？我今再放汝回去，如何？我虽男人，也知兵法，若丞相肯放我回洞中，我当率兵再决胜负。那时丞相若再擒得，我将倾心归降，绝不食言。若再擒得还不顺服，必不轻饶。我蜀营兵精粮足，猛将如云，上上下下士气高涨，汝安能胜我？汝若早降，我当奏明天子，令汝不失王位，子子孙孙永镇此邦。汝意下如何？我虽肯降，怎奈洞中兵将心中不服，若丞相肯放我回去，当召集本部人马一同归顺。请